我让熊熊来教我。熊熊，一起去滑冰吧，我不会滑。哦，怎么又在睡觉？你怎么像条大懒虫一样？快醒醒！哦，让我看看，他把冰鞋放在哪儿了？哇！是这双。可以出发了。它肯定不是熊，绝对是一头大象。整个冬天都这样，也不出去玩。我今天一定要学会滑冰。哦，你终于醒了，我们一起滑冰吧。喂，你们去哪？大家一起玩吗？难道你们要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吗？万一我受伤了呢？摔倒了呢？哦，我真的摔倒了！快点回来！看你们回不回来。玩了吗？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会让冰消融，人们跑来跑去，把冰壶锁进了衣领。大家不要待在家里，绽放你美丽的笑容。朋友们一起互相追逐，愉快的滑着冰。我的
奖杯呢？熊熊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我再也不调皮了。帮帮忙。还是被发现了。这个其实事情是这样的。Thank you.
请相信我，相信我。我猜你需要系安全带。哒哒哒！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也来试